经济建设来牺牲我们大林埔的居民的健康，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海洋，这样子公平吗？这是一空屋的照看啊，凭这个哦破千的实质啊，实际上哦根本都无含阮居民哦入掉啊。这个因为污染不得不的迁村案，能够依照两年前这么一大群人马鞠躬道歉，可以实现他的迁村计划。呼吁政府不管迁村与否，应该都要以人为本才对，必须要改善我们当地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不要让我们居民惶恐。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诉求，就是要求政府要尽速公布法定的迁村计划，然后在我们当地举办行政听证会。公布迁村计划书，公布迁村计划书，公布迁村计划书，举办行政听证会，举办行政听证会。那就来看老去的哈。就在一年前，林权会同各部会的部长，然后跟村局市长来到我们大林埔，为了空屋，跟大林埔的所有的居民做了道歉，然后并且启动了迁村的程序。那才短短隔了一年，经济部在前些日子就已经南下表明了说，其实不是因为空气污染要迁村，他们是要做经济循环园区，为了做经济循环园区而做迁村，那当时的陈局市长还口声声的承诺说，我们会舍弃用土地征收法，那也才短短过一年，经济部就已经表明了，甚至现在连新闻上，行政院他也表明了，他是要用土地征收法里面的协议架构。那其实可能社会大众对于土地征收法不是很了解，那其实最后居民都是会被迫迁移，然后他所取得的补偿也是很微薄的。那其实在这个征收法里面，其实有很多案例，对，比如说大埔的迁村案，他们是用以地易地专让让售这个专法，它能够很完整的保障居民的居住正义、居民的居住自由、居民的居住权益。那现在我们是反对用征收法，我们希望行政院以大埔的案例进行妥善的安置我们这边的居民，那不要每天都在报章媒体上面说转型正义。那我们大林埔六个里总共2万多人，1万多户，那对于整个高雄市来讲其实算是少数，那我相信正义永远是站在少数的一方，正义永远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我希望蔡总统他能够看到我们这边的情况，而不是全部都交办给下面的部署去做，那希望他所谓的转型正义能够在我们大林埔这个地方可以实现。自从迁村这个消息在我们村里面发酵之后，我在外面工作啊，或是跟朋友相处，大家都会跟我说，你们那个大林埔要迁村了，一坪换一坪，你们是不是要发了，你们可以就是大赚一笔。然后我心里其实每次听到这种言谈都非常不是滋味，为什么这种以金钱至上然后拼经济至上的思维呢，总是大于了我们所有珍惜的事物跟价值。你看一下那个问卷，他讲的是一坪换一坪，没有负担的迁村，所以才有90%的人，就是90%的人，他同意要迁村。迁村还没有定案以前，包括岳阳石化的开发都禁止开发，停止继续蹂躏我们大林埔。这一坪换一坪，是地坪还是建坪？要特别跟他讲清楚哦。以往在其他的城市往往用都市更新也是都是用一坪换一坪在骗当地的一个居民，但其实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我要跟大林埔的好朋友跟你们讲，政府以前开出的一瓶换一瓶的这个承诺其实都没有办法实现，而现在你如果真的要一瓶换一瓶，你政府先把土地先拿出来，依照正当的程序呢，政府要执行一个重大计划之前呢，应该是要先有事业计划、环保计划、土地使用计划，再来才是土地征收计划。但高雄市政府在我们大林埔所做的迁村民意调查却是颠倒过来的，他一开始只跟我们谈说要迁村，然后接着就马上进行民调查估，过程中呢都没有告诉我们在地居民呢迁村是为了盖循环园区，他告诉我们的呢就是因为看我们当地污染很严重，然后政府官员们呢他们说要苦民所苦，然后要把我们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有获得改善。10月30号，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还偷偷摸摸像小偷一样跟赖瑞荣立委委员，就是我们在地的，在他的办公室服务处里面开个不到20个人的沟通会议，20000人他找了20个人，这20个人代表多数。我是红毛港迁村协力自救会，也现在也是大林埔的居民，也要面临迁村的问题。其实红毛港94年就已经启动迁村了，在九十六年的时候已经就是迁完了，但是我有阿伯有很多权益都没有。不管我们讲做法律部面临的就是讲伊无迁村计划书，就安尼草率讲要迁村，红毛港是有白纸黑字的，都无材料去实现伊所有的赔偿啊！何况今仔大家起来是为着啥？当初讲的200块9万去三楼的透天要安置，伫阮中安路，结果有吗？结果伊赔阮15000块的私有土地，结果阮土地还搁一平6-7万台币，我们等于150万拢无领，搁爱甲伊贷款400-500万甲伊建立。所以为什么中安路的地出啊济，准备打拉布？打拉布的人要迁村，恁家己爱自觉。协议架构不成，可强制改采区段征收。那纵使在一坪换一坪的条件之下，如果有剩下10%的居民不同意迁村，难道后续政府要持续推动协议架构吗？那协议架构如果要用，就是对于不同意的居民，这点是要用什么法源依据，必须要说明清楚。那我们在这边就把陈情书交给我们中央府的代表，谢谢。请你们来见。那你们要不要回忆一下总统府？我们看到陈局秘书长好像在媒体有说，今天你们会说明，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些居民的要求。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是奉派来收东西，那我们会尽快把这个东西签包上去给长官知道，这样。因为刚刚居民有非常强烈的对这个政党的不满，对这个政府的不满，那我们希望尽快。好，那不好意思哈，昨天有一个新闻报道说，那个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他会派人说明这个我们迁村的细部的方向。那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临时反悔，没有派人员出来说明。我知道你没有授权，对，那他是不是应该会派一个代表来做说明，对我们所做的诉求做说明？今天会回应吗？今天会回应？这个部分我们诈骗集团。那我们自救会希望政府这边能够尽快来回应居民的诉求，因为选举也到了，大家也希望政府能够信守承诺。好，那我们就这样哈。好，那我们再呼一下口号：信守承诺，信守承诺，土地一平换一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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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依实价补偿，建物依实价补偿。